长大了就是哎，我想能养活自己就好了。郑重地告诉你，今天就是你梦想破灭的一刻。当梦想照进现实，你可以换个梦想。不然你们也不会这么喜欢我，是不是？有点概括。看过一个电影叫《逃出》。克隆岛，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，它就是里面是克隆人，它是有很多的，就是操控的东西的。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克隆的，克隆出来一定会有很多的弊端，是吧？对对，这是一个老片子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有深意的，还是蛮有深度的。克隆题目，然后直播间抽奖，哈哈哈哈。你不尊重我，我扎心了。那话说回来，那到时候克隆我要用什么抽呢？就一张办卡就可以抽一个题目。一个超火就想把冯清墨领回家呀，你们这些人，冯清墨是无价的好吗？
以最终是弹幕抽是吗？暗示弹幕抽。送一个冯提莫，讨厌我的人他也来凑热闹，把我抽热，你说他怎么办？他怎么处理这个冯提莫呀？天天洗马桶啊。推荐电影啊！哎呀，你们给我推荐电影，我都没时间看。我还想跟你们一起看电影呢。看过电影吧？我要如果要跟你们一起看电影，我肯定也是看我们没有看过的电影。没笑没笑。不看恐怖片，我喜欢，哎，我觉得我喜欢看的应该是女生喜欢看的吧，男生应该可能不会喜欢。不是说暗恋是什么动作片，我喜欢看那种，你们看过《心慌慌》吗？就是那种解密，比如说密室逃脱啊那种东西。心慌慌，还有就是那个，还有哪种？因为我就喜欢，我特别喜欢看特别抓眼球的，
如果那种特别平淡的话，我就可能会睡着。心理最优越是安。影评它有很多人都会说不一样的那个答案嘛，我就看每个人说的，他们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，看谁说的更有道理，就特别好玩，感觉自己哎哦。我也不是我本来小学我小时候胆子很大的，小时候我不怕看恐怖片的，但是看完之后还是会心有余悸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我看了一个。他说你千万不要数台阶哦，他说因为有一个那个恐怖故事里面，他就说一直有一个小女孩一直数的台阶是十二。千万不要数台阶，我越这样心里暗示自己，你知道吧？我越这样心里暗示自己，然后结果我天天回去就不自觉的会数台阶，好烦。然后你越然后我就晚上也会起来尿尿啊，是吧？小时候上学啊什么的，还是想去上厕所，上完厕所都会有都。还有好像有个什么背靠背的故事什么的，他说哎床下就有个鬼，也是一个什么恐怖故事，那种是吓小孩的，我觉得。在床上使劲的那样动几下，就把那个床板那样弄响，就是哦，感觉空的空的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
背后。背后有永动机，有东西在动，是什么呢？反正我觉得人就是这样的，你年龄越小胆子越大。我小时候还会经常去游乐园坐一些过山车啊，还有那种大摆。现在不敢了呀，现在我不敢去坐过山车，不管坐大摆锤，因为我现在坐的身体支撑不了了，我一坐我会想吐，我头会晕的，会痛的。游侠大气，谢谢谢谢游侠。我觉得我差不多要去睡觉了，我十点之前下播吧，好不好？比较快捷一点的东西，看点新闻啊。你们不关心我的吗？要关心时事啊。
时事啊，娱乐时事也会看的。迷恋，你知道吗？要有那个觉悟，正确的觉悟，正确的人生观。我们一起看《异口同声》好吗？里面也有我哟。我还特别喜欢，我以前就特别还，每次吃饭我们全家都会在一起先看新闻联播，不，先看的是先看那个天天六。是的呀，节奏天国怎么没玩？节奏天国玩过呀，然后玩了还也就是总共就是那些关。以后节奏天国出新作了再玩，对对对。我经常那样，我玩那个叫大富翁嘛，那个单机游戏你知道吗？是单机游戏哦，它里面有就是有那个单机游戏，有几个人物。在那里就能够玩10小时，太可怕了。那不是联机，那是单机游戏，那不是网络游戏哦。
所以我没玩懂嘛。你没玩啊？还有什么手机游戏是我那个时候玩的？哦，还有那个跑酷的那种类型的那个游戏。哎，还有那个什么来着？啊，还有好多，还有哪种游戏啊？也是经常大家一起，大家爱玩的手机。保卫萝卜，你们知道那个吗？类似那种塔防类，它也不是塔防，它就是会有怪物。那个是叫什么？就是塔防类什么？对，我玩那个，我也是玩通宵的。之前我玩那个就是。植物大战僵尸，哇，你知道吗？我最开始我记得植物大战僵尸，我是在电脑上玩的，我下的那个电脑版的植物大战僵尸。第一次玩我是大一刚刚。放在寝室，然后下一局单机游戏，我们就下了那个《植物大战僵尸》。我就是在寝室那个《植物大战僵尸》，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有电嘛，我也是玩。现在还有吗？好怀念哦，因为我记得，哎，我可以电脑玩啊，还有吗？神奇了吗？怎么是手机呢？没有电脑版吗？在哪里玩啊？
我下载了，不要拦我。名字叫什么？妈，我看一下安装得了。啊！我真的记得里面有很多蘑菇的，大型喷菇。不是，它这个窗口太小了呀。是要准备下播，但我先把这个给下载下来。有个免费试用版，还有一个什么？正版，我们肯定是要玩正版的呀。我先把这个游戏下下来啊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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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先买一下，不然我怕我忘了。哪有那么贵，21块钱。我在购买。这个应该没有多久吧，49MB 应该不是很大吧？好，49MB 算大游戏吗？
学生时代的感觉。已经66%了。70%，游戏研发出来吗？